进，你先别砖，就大陆师兄啊顶，哎，他有个顶进，然后在这个顶的过程中钻，他还有个往上钻进，好，在这个钻的过程中再起砖，不是旋就旋转那个拧果砖翻，哎，对，不行，这个拧果砖翻不太好，哎，懂了吧？这个劲是非常大的，它是什么？所以说什么叫身背武功，什么叫开弓放箭？你箭得拉得满，但是它是反的，人的身体和弓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反的，所以在这儿得拉得满，这叫拉得满，贴得紧就叫拉得满，其实就是它是反的，你就知道了吧？其实就是竖到极致，攒到极致，但是你不能攒到这儿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得攒到这儿，非常棒，哎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钻起钻和落劈，其实所以说在这个定式劈拳中，就是往这儿一站，随便你看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式的，那叫基本规律，你都不懂就别练这个了。别看它是基础的，它要求也很高，所以这些要求都嘴皮子都磨破了，天天讲，所以说你们就自己弄就完事儿了。我给你讲这里面的核心，你看，起钻这块顶腰坐胯，你看落翻，你看我这一把我注重的啥？我注重的是起钻啊，在这儿先拧住了，我注重的这个核劲，那核完再注重啥？落翻的。